可爱的蝴蝶在商场里拼了命的找人，却始终找不到像流星花园里的花美男，他一颗玻璃心就要在商场里的碎地了。偷看，麻烦你了。我发现里面有人穿高中制服，而且有花的 feel 哦，我去看他愿不愿意。直接想挖出来。你好，好帅哦，好可爱哦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是高中生没错吧？你几岁？16。套句小 S 姐姐说的话，她是鲜肉哎。请问你愿意代表蝴蝶去参加我猜高校花美男的单元吗？那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不行，求求你啊！这样好了，因为小红是那个韩国美型男，那我跳一首现在韩国最当红的歌给你看。好，如果你有笑了，你就要代表我去参加哦。5、6、7，是不是笑了？笑，还是没有笑？快说！哎，笑了，笑了！耶，答应了！皇天不负苦心人。终于让我们的蝴蝶找到了这位肉质鲜美的大帅哥了。发型师决定抓蓬他的发顶，加上微卷的小刘海，可以让他更加迷人哦。我打算让他打扮的可能就是比较柔和一点的穿法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垂坠式的衣服，然后让他的身形比例看起来会更好。腼腆的鲜肉帅哥就要化身韩系美少年登场喽！唇红齿白太俊俏，连男店员也垂涎示爱了。17岁，170斤，好呀，不错，是个型男，他是个型男。你好啊，紧张，几岁啊？紧张，几岁？16，你是重听哟，你的耳边听了，不要这样子想。16岁，身高178，178啊，体重好棒，58，很秀气。哎呦，还有女别的学校女生哦，送饮料到学校来给他，真的应该的啊，那么帅。该不会你的学校在台北，他是在南投还送过来？没有，还赶高铁，在旁边而已，在旁边赶高铁。是是是，会紧张啊，不要紧张啊，我在他们不会乱咬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曾经被女生搭讪太紧张，还因此在捷运上出糗。而且是打球，打球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就是我在弄耳环，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要电话，这样。然后我耳环就掉了。这么糗啊？这什么糗？好糗哦！啊？哪里糗？讲一下。重点是我在找我的耳环的时候，我根本都没有理他。啊？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在找我的耳环。哦。那人家不会，人家不会很没有礼貌吗？那耳环很贵吗？没有啊，也没有很贵，就是怕他不见。我今天有一种主持棒棒糖的感觉。有。不错不错，那这个搭讪女生超有一套，你也很会搭讪人家。哦。怎么样搭讪？就比较害羞的方式吧。你来搭讪我看看好不好？好，Action。好，我愿意。Hello。太快了。Hello， 我正想拦阻你，不要品味那么差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正好不好？要从他下手，好吧？擒贼先擒王嘛，要跟女儿交往先找妈妈。来一杯，没有差那么多啦。可以跟阿姨问路啊。小姐不好意思，你长得可爱，可不可以跟你做个朋友，要个电话？哎呦，你觉得我哪里可爱呢？小姐。就整体都很可爱。没有看过这样的。那你跟我要了电话要干嘛？聊天。你要跟我聊什么？就随便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腼腆的笑，很腼腆，以退为进，很厉害。
出重招哎哈。好了，我把我家的电话还有我爸妈的电话，我们家如果有6支电话，我全部都给你好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交过几个女朋友？10个。哇。大牛，我都觉得我们真的是有点老，你们输了三个而已，然后讲个细则回嘛，那三个，我告诉你，我背得起来只有2个，背得起来，因为我记忆力不好嘛，他2个少了个好多零。你头打我一枪！来来，维维安老师，你猜他是什么星座？哎，对，这样看起来很像天蝎座，因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哦，什么星座？牡羊座。牡羊座。牡羊。来来 ，OK， 来来，我们补一枪。那请维维安老师猜测一下他是什么星座？看起来对爱情非常的主动追求，而且大男应该是牡羊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有可能吗？问当事人，你什么星座厉害了？什么星座？天蝎座。他真的好无聊，难怪所以叫他十个呀。第二没打，我让你猜中了，我多没面子啊！点名，谢谢你配合我。帅气的一鸣，害羞的模样真讨人喜欢，而且还蛮像王力宏的呢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再来看看我们到底又找到谁了。来，不想三 C 的蝴蝶，为了完成我在 Epson 的梦幻任务，决定造福女性观众，跟惠子再找一朵花美男哦。刚才那些好年龄都太大了啦，逊毙了。等一下，希望能找到一个18岁以下的帅哥，至少要像王世贤这么帅啊！王世贤 ，I love you。Oh my god， 小林啊。请问一下，你今年几岁呢？啊，今年几岁？19。19岁啊。那我们现在在比赛找帅哥，转过来啦，不要躲起来啦。我喜欢鼻子尖尖的。啊，你有啊？他看见了。来，过来了，跟你讲个话啦。赶时间。哎呀。他看见了。过来啊，我跟你讲。我要去那个猎户。好，先跟你讲个话来。赶紧领好不好？对，露营比赛找帅哥。谁叫我？子姐姐在经过超客气说明已经是艺人身份之后，害羞的抱歉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，决定在东区寻找花美男。Oh my God！
我们惠子竟然找到如此唇红齿白的男生，真是观众们的福气啊！